牛顿真的无法理解的离谱剧情。飞天手推车。嫦娥。杨哥，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。然而现实却是。太搞笑了。螺旋降落。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还有更离谱的。为你眼神前身若顾盼，却再不会为你而转身。牛顿表示这次可以验的嘛，虽然单丝好像还挺甜的。够着了。